透视已经解锁密码，大家好，欢迎收看《禅宗说卦》的实地解剖。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牛郎和织女的故事。农历的七月七日是情人节，这天又叫做乞巧节。这天除了是古早时代女子为着要求织女保庇，让家己会当有好秋的下日子，也是让女子庆祝甲祭拜的女日节。关于织女甲牛郎的传说真侪版本，伫台湾包含织女在内七仙女，被称作七娘妈，或者是七仙娘娘，是儿童的守护神。农历七月七日就是七娘妈的生日，其中有一个传说是安尼讲的。织女不但是七仙女当中年岁上小的妹妹，也是恶魔娘娘甲天帝的孙女。伊编织的手艺非常好。牛郎伊的爸母伫伊真细汉的时阵，就来过身去，只存厝内面的一只老牛，甲伊相依为命。这只老牛原本是天顶的金牛，煞因为触犯天条，被天帝贬到人凡间。有一天，迄只老牛雄雄开嘴，甲牛郎讲：“伊讲我会当伫人间陪伴你的时间已经无济啊，所以我决定要替你找一段好姻缘。等一下啊，你去河边将放伫上边啊，迄领衫甲揢走就对啊。”虽然牛郎心存怀疑，但是伊也是照老牛的话去做啊。当时天顶的七仙女下凡来佚佗，在河边耍水的时阵，织女的衫耍淡去啊，所以就将衫脱落来，放伫上边啊。等因准备要回去的时阵，织女才发现伊的衫无去啊，未当阁飞返去天顶啊，不得已，织女只好留伫人间。后来，伊就予牛郎甲带返去厝，伫个相处的过程中，互相对对方产生了好感。牛郎甲织女结婚了后，过得真幸福。牛郎负责种田，织女负责织布。无外久，因就有一男一女两个囡仔。不过，幸福的日子并无维持上久。有一天，天帝知影织女私自留伫人间的代志，非常的生气，马上就派人将织女抓回去。看到织女离开的身影，牛郎一直哭。老牛就甲伊讲，等伊过身了后，就将伊的牛皮剥落来做成衫。那安尼，牛郎就会当飞去天顶找织女啊。后来，牛郎也变了两个钉子，将伊的两个囡仔放伫内面，用本担担伫肩胛头。然后，伊穿着迄领牛皮的衫，就飞往天顶去啊！就伫牛郎找到织女要嫁因小男的时阵，被恶魔娘娘发现啊！恶魔娘娘用伊头壳顶的头插，伫中央一划，忽然间就出现一条银河，阻挡了牛郎甲织女的相会。被银河分开的牛郎甲织女非常的伤心，就连因的囡仔嘛一直哭要找妈妈。后来天帝不忍心看到囡仔哭甲遐那凄惨，就答应予因伫每年的七月七日见面。从此以后，只要到七月七日迄一天，天顶的客鸟就会不变成一座桥，和牛郎甲织女一家人会当伫桥顶相会。啊，因为这个传说，古早时代查囡仔才会选择伫七夕迄一天祭拜织女，希望家己除了会当得到亲像织女共一款的好手艺以外，会当得到一个幽情郎。第一，先准备三个古铜钱，也是一般的银夹仔。图案那边代表阳，文字那边代表阴。
先调整家己的呼吸，让家己保持在一个平静的状态，然后将钱放在双手的手中心，在心中默念今仔日的月令日期，然后拜请拜请伏羲、文王甲周公，只是你想要占问的代志，会吉凶好歹。刷落来摇动手中的钱，将钱轻轻弹到桌顶，由下往上记录你拨出来的人的阴阳。当你清洗完内卦，也就是下卦的三个爻以后，爱搁再默念一摆，你想要占问的代志，继续拨出三个爻，完成外卦，也就是上卦的三个爻。补充说明，月令日期相当的重要，因为伊会当帮助咱判断吉凶，所以请大家爱家己去查万年历，也是农民历。举例说明，国历111年3月18日，伊的月令日期就是壬寅年癸卯月己午日。第三，确定好日期。刷下来就要将空蒙的部分找出来。日期是由10天干加12地支组成的，两个一组配对，一定有两个地支无配到天干，这两个地支就是空蒙。比如讲，卜卦东江是己午日，咱将天干加地支拢配合了后，会发现顺甲亥两个地支无对应的天干，所以是空蒙出亥。第四，咱咧记录爻的阴阳的时阵，爱个字以少的为主。譬如讲，三个字当中是一阳两阴，也就是一度两仪，咱就爱记作少阳。如果拨出来结果是一阴两阳，也就是一字两度的话，就要记作孝音。如果三个字的结果都是同样的，就要特别做记号，因为这代表有变卦。三个字都是字，就是老音，都是度，就是老用。在变卦以后，老用的部分会变成孝音，老音的部分会变成孝用。在装六亲之前，咱爱先学会向装地基。装地基的原则真简单，就是阳卦装阳地基，阴卦装阴地基。阳卦为乾、震、坎、震；阴卦是坤、兑、离、巽。阳地基为子、寅、辰、午、申、戌；阴地基为丑、卯、子、未、酉、亥。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在装阳地基的时阵，要对顺时针的方向，因为子是乾阳之数，所以要照着子、寅、辰、午、申、戌这款的顺序来装。但是在装阴地基的时阵，因为米是坤阴之数，所以爱对历时针的方向，照着米、子、卯、丑、亥、酉的顺序来装。对初爻开始，顺序由下往上，每一个爻位分别代表的地支如下图。还记得咱有讲过，十二地支拢有各自代表的五行，对右下角顺时针来看，亥子为水，寅卯为木，子午为火，申酉为金，其他的丑、辰、未、戌拢是土。不如84000的法门来对治众生的烦恼，就好亲像一支歌，会当有非常多面向来解说众生的问题。生活当中会出现一道又过一道的阻碍，
会让我们以为自己输了生活，其实我们只不过输了那个着急惊吓和忧愁的自己而已。人生中处处都是选择，快乐的过也是一天，痛苦的过也同样是一天。所以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绝对不能逃避，应该要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想办法来改变对我们不利的局面，这是正道。今天就要用各种不同的主题来跟大家介绍一些实际上发生过的案例，看是要如何透过易经八卦推算出问题的答案，以及如何将我们捌学过的解卦的技巧实际运用在生活当中。这句歌是老师要问音乐夫救病的状况，我们先来看报告以后得到的结论，结果就是老师他的乐夫的病情真不乐观，不管是吃药啊也是手术治疗都没什么效果，恐惊是凶多吉少。报告的日期是今年寅五月癸丑日，孔孟是寅卯。老师播到的歌是《左雷水》，当初熬变左地吹。两三年前，老师因的丈人是一个客车司机，有的时阵开客车开到比较较晚，卖食的店拢关门啊，只剩路边一挂卖烧烤的店也在开。病人就会去买一挂来做暗顿食，佮加上病人有长期食薰的习惯。老生的丈人会发现家己得到大肠癌，是因为伊后来伊有严重的便秘，而且也发现去便所的时阵，拢常啊有流血现象。去大病院检查，医生发现病人也有贫血的状况，所以才会安排伊去照大肠镜。后来确定病人是得到大肠癌。本来这几年拢控制甲真好，但是前一阵啊检查的时阵，医生讲有恶化的现象。老师不忍心看到因太太甲因的丈夫非常的烦恼的形，就决定要透过八卦来知影因丈人的病情，伫短期间内敢有办法稳定落来。咱先来看细牛的部分，细牛即新土的车载。在牛王上又个日月来福，是真旺的情形。车载起势就表示病危靠入，病人身上的病症主要是因为饮食的关系引起的。再来是应牛的部分，应牛坐未土的车载，车载唔念是王上有月来生日来福，也加月令五未合。甲日子抽鼻腔是暗淡的情形，在熬冬对胃脾无好，而且在冬不但会生代表一边的肝鬼，而且也会去克代表长辈爸母。因为这句卦主要是老生要问因丈人的病情，所以用心爱看爸母。初熬煮水的爸母，但味土的车载回头克。爸母不但休求无根，也甲月令子午冲月破，而且爸母当化其神旺相的车载，用神变其神在克夫，这对病人来讲是非常不利的卦象。五牛申金的官鬼有日来生是真旺的状况，佮加上这个卦内面并无代表已有的子孙。所以基本上病人的状况真无乐观，而且治疗也无效。总结来讲，问长辈相关的问题，用心看爸母。初熬用心煮水的爸母，不但休求，无根也会破，骨病风破，就等于是死卦。而且用心的爸母，同化其神的车载，用心变其神，这是大凶的卦象。这句话细熬甲硬熬拢是旺相，又个日来福的车载，硬熬的车载也甲日子抽易冲有暗淡的现象。在熬冬会刻刻用神的爸母，
这对原本的需求无咱的爸母来讲更加不利。结合以上的解说，才会建议老师因爱有心理准备，病人的状况真无乐观。后来根据老师的说明，病人伫未月时阵过身去啊。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身体健康心安宁，投资求财必得利。做伙学易经，家庭幸福永港心，修行路上可见性。禅宗说卦节目号持账号42274784，号名是十方法界基金会。这句卦是陈小姐要问因孙子的病情，根据卦象的显示，伊的侄女的病情真无理想，安尼无好的状况，恐惊会维持一段时间，甚至也有生命的危险，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应急。八卦的日期是甲辰年丁卯月庚寅日，空蒙是五味。陈小姐拨到的卦是风水犯当二爻、三爻、四爻、甲六爻，变做三线。陈小姐伊的侄女前一段时间，常啊会感觉胸口闷闷，而且伫公司上班吹着冷气，伊就会感觉真冷，而且也会开始一直嗽。原本伊两阵伊是感冒，但是过了一两个月，状况拢无改善，所以才去病院检查肺部。医生看完报告就讲，伊是过敏的体质，有严重的气喘。医生除了开药啊，予伊治疗以外，伊再三提醒伊爱注意环境的变化，一定爱远离过敏源，嘛爱控制家己的情绪，安尼才会当降低气喘发作的可能性。经过治疗了后，病人的状况确实是有改善，但是前一阵啊，伊参加公司举办的餐会时阵，忽然间气喘发作，予同事紧急送去病院。过程中，伊一度心脏停去。八卦的时阵，病人也住伫家后病房咧观察。陈小姐非常紧张，才会希望透过八卦来知影病人的状况敢会好转。先来看细奥的部分，细奥坐智慧兄弟，兄弟旺相又过月月来生，是非常旺的经营，代表病人的病真有可能是因为吃东西造成的。虽然这句话是要问病情，但是因为陈小姐主要是要问伊侄女的状况，所以用心爱看子孙。应后新头的子孙同五岁兄弟回头生，子孙是休求无紧的状况。虽然化牛的兄弟有日月来生，但是因为拢在空蒙，所以就算回头生也无法度增加子孙的力量。三后五岁兄弟当新金的车载，兄弟当会当生子孙，但是子孙休求阁无紧，所以生未起来。子孙是用神，爸母就是起神。本卦爸母旺相，会当克子孙，这就代表医生的治疗甲食药啊，并无对病人产生伤大的效果。三后的兄弟同化新金的车载，灾后休求也被日子来个冲刷，代表虽然已经开真济钱来治疗啊，对病人也是无啥物帮助。六后卯木的爸母同化未土的子孙，爸母林月龄是日月拢来扶的状况非常旺，爸母当会去克子孙，对病人相当不利。四后未土的子孙同化海水的官鬼，子孙同化官鬼就等于是子孙变成鬼，是真歹的卦象。唔也是安尼，四后未土的子孙同化海水的官鬼，甲六后卯木的爸母之间形成一个海卯未合爸母局，因为爸母会克子孙，所以终生久病。
总结来讲，问晚辈相关的问题，用心看子孙，应劳心头的子孙是休求无尽的状况，而且树熬未土的子孙，淡化海水的干贵，子孙变贵，安尼挂上对陈小姐的孙啊非常不利，佮加上树熬佮人熬，淡生一个海猫咪和白母鸡。这个卦的爸母本来就是非常旺啊，佮等到三合爸母局，爸母克子孙，所以才会讲病人有生命的危险。后来根据陈小姐的说明，病人伫新月时阵，因为心脏衰竭的关系过身去啊。这个卦是我太爱要问卖厝的状况。我卦以后得到的结论是，照目前的形势来看，短期间内五太太厝也卖不出去。我卦的日期是壬寅年一至月己辰日，可望是辛酉。五太太卜到的卦是对位者，当四爻变水折劫。五太太少年的时阵，就真喜欢买厝来投资，所以目前伊手头顶有五间厝。有三间，伊是专门起来出租予别人的。前一段时间，伊的囝要结婚，本来伊是要将名下其中一间无人住的厝，予伊的囝甲媳妇住。但是，迄间厝的交通无方便，离因夫妻的公司伤过远啊，所以才会打算要将迄间厝卖掉换现金，帮因囝付新厝的头期款。唔知影是咪受到疫情的影响，迄间厝一直拢卖袂出去，因此吴太太才希望透过八卦来知影，短期间内伊的厝敢会当顺利来成交。咱先来看细伢的部分，细伢在未土的爸母，爸母不但旺上，要日来富，因为爸母会克代表财源的子孙。对求财不利，所以爸母旺伫遮就代表出嫁比较较低意思。过来是应劳的部分，应劳抽到的爸母旺上，甲细劳是六冲、抽未冲的情形。所以我带来卖厝的过程，才会遐那无顺利。卖厝的目的就是要爱趁钱，所以用心看车财。二劳马木的车财，休求无紧财来量入。就表示在期间内，吴太太的厝真歹会卖出去，伊无法度得到财利。四后海主的子孙同亲金的兄弟回头生，子孙休求无金，不但甲月龄是自害冲，未破的状况也入日亡。化后亲金的兄弟虽然有日来生，但是伊不但甲月龄自身合，也落空亡。所以，就算兄弟会当生子孙，伊嘛无法度帮助四后的子孙增加子孙生财的力量。总结来讲，吴太太卜到的卦是对位者，人变水折劫，六冲化六合，买卖厝用心看车财，二后的车财要求无紧，佮加上四后海水的子孙同心金的兄弟回头生。子孙休求也阁未破，根本就无力去生车财，因为财后的力量非常弱，所以吴太太想要伫短期间内将伊的厝卖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代志。这个卦是立生要问伊的官运，根据卦象显示，最近立生的官运无好。恐怕会有被开除，或者是减薪水的状况发生，甚至伊也会当着落雨之灾，必须爱特别小心才会用钱。八卦日期是己亥年庚午月，丙戌日，可望是午未。立生卜到的卦是天山遁动日后变天龙宫。立生是警察局的分队长，有一届。朋友私底下带伊去酒店耍的时阵，伊对其中一位小姐产生了好感。后来酒店的头家知影这件代志了后，
不但好利息一笔钱，而且也讲以后伊若要来找迄个小姐，绝对拢是免费招待。希望伊以后加照顾因的酒店，若是有警察啊要来临检，就提前通知因一下。李先生一听到以后，唔了有钱人客，也有免费的招待，马上就答应酒店的头家啊。因的交易就安尼维持了两年，后来是甲李先生感情不好的这个同事发现伊收乌西，通报主管了后，这件代志才曝光。在接受侦查的过程中，李先生非常紧张甲不安，也担心伊会因此就失去一份工作，所以才会先希望透过八卦来知影伊最近的官运如何。先来看细伢的部分，细伢五岁官贵当海水的子孙回头客，官贵林月玲又搁落困梦，官贵气势也有当，就代表李生最近会当到财厄啊，甚至会有落角之灾，爱非常小心。化伢海水的子孙休求无根，子孙有财源的含义。再加上一般来讲，官贵代表官运，子孙会克官贵，对官贵的发展不利。因此，咱会当推断，李生最近的官运无理想，恐惊会有被贬职或者是降薪的状况来发生。细伢的六秀在高庭有落厄之灾现象，细伢的官贵克应伢成金的兄弟，应伢的兄弟。有吉来生是真旺的状况，兄弟旺不但对财不利，也代表最近利息会甲同事有一挂冲突甲是非。应后的绿秀坐玄武，玄武主阴暗，除了有男女暧昧甲无公明的意思以外，还有招来官司甲落厄之灾含义。总结来讲，细伢五岁官贵同化海水的子孙回头客，官贵空梦也有子孙回头客，就代表利息会当到被免职，或者是降薪的几率非常高。细伢的六秀在高点，五岁高点就发动，就表示利息也会当到落厄之灾。结合以上的解说，咱会当知影利息最近的官运真歹。不但工作有可能保不住，恐怕也还会坐牢的风险。以上就是今天的一个解剖，希望透过今天的解说可以让大家更加了解如何透过易经来替自己指引方向，解读疑问，走入易经的世界，了解卦的运用，掌握自己的命运，让你拥有幸福健康的人生。感谢你今天的收看，咱下回再见。